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混沌，现在玩的游戏是 Pokemon Go， 然后今天又是现实调查，这次是小吃怪实力培训营现实调查，那任务跟昨天一模一样，抓20只转20个补给站，还有进化一只宝可梦这样，然后这个实力培训营嘛，一样，小吃怪是完成团体战后。可获得外的50%经验值，好吧，团体战的经验值，那应该也是10个嘛。我还有一个磁铁诱饵模组，好，开装。那这个一样，到今天晚上12点吗？等一下我再看一下。还有10个小时多，对，10个小时35分，就记得赶快解一解，还是不想解就算了。这听说有加预设几率啊，好奇怪，难得哦。还是剩下我自己抓，被抓10只。那多的就还想要多抓的话就。田野调查跟磁铁诱饵模组，那明天看样子也是同样的任务哦，连续3天这样，这谁想出来的活动？还有4只，满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包包可以再扩充，他要放那个几句话宝可梦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 XXL XXS， 你上次包包扩充什么时候？感觉没有很久了。最后一只都没中，今天运气比较不好啊。虽然小奇怪，我记得我好像有预设了，不然我记错了。好，今天都没有中，那一样，我磁铁诱饵模组刚才拿掉了。有一个勾勾，实力培训营现实调查小奇怪。OK， 那差不多这样啊，明天还有。
大家拜拜。